夏季的移动水上乐园人气比较旺，但你知道哪款产品排队的游客人山人海吗？根据客户们经营状况的反馈来看，毫无疑问是属于龙头大滑梯。高达40米的滑梯是男女老少们都喜欢的一款设备。至于人们都钟爱于超大号滑梯的现象，我想做游乐行业的都能够理解。其实不仅是游乐场，在很多景区的观光设备中，山顶石道滑梯也是独领风骚的，甚至很多游客都愿意排队花几十块钱体验一次。做水乐园的老板们看明白了吗？想让水乐园有趣又有吸引力，龙头大滑梯这款设备值得您关注。